跟你打团去。来，好好你两个头不能装是吧？两个头这么开心，不是钱是吧？不知道谁上把，落后五六个都要装的一逼，装的不行。落后五六个，上把领先七个也没你这么开心呢。谁赢啊？我问你上把之后谁赢啊？领先个五六个搁这装上了。他甚至没有五六个，只有两个。哦，他领先不知道在装什么，都装了咋了？你上来怎么有头啊？装什么？先把龙打了，姐龙魂。你怪他都拿头了，你坏的！你看他拿头了，好杀哥哥，好杀！龙魂了，我先这个龙先打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去拿。姐拿我，来姐。奶一样了，哥！哎，我看到了，一样了吗？持平了吗？一样了，持平了。好了，好了。刚刚想要他先死的，他奶妈能给奶呀？哇，姐，你的奶量可以啊！他还想卖队友呢，真的。哇，我嘎嘎奶，我一个大招加 W， 还有那个救赎加真的月石，全都在奶。看到了，那奶量太强了。不管他，就压根不要一直刷了，行不行？你过来拿头，他又要拿了，我去发慢了，我去死！你别打！我别打了，他是死了，好，我的旗呢？这边有头，我给你放个大招，你放个大招。我刚没活，我操！我操！不是，你打不过他吗？你在干嘛？我操！哎呀，你为什么打不过他？小太，真的姐，秒下血死啊！你活去杀他。不是他这点血量你都看到没有？对面操作不菜的，我操，有操作的，十八个头，他都真可以的。他俩内讧了，太齐了，齐了。这一看不是本地人，这个刀妹真的小代练。吵架了。嗯，我有点着急的，没事。我一会儿我马上。18-18。对，18-18。还行。嗯。你搞快啊！他也就只能 K。他也就只能 K， 他没技术的。姐，你先别催我，你听我说，我就等一等再上，然后让他打残了，让他先死，要不然我要上的话，我扛伤害我就是被秒，我拿不到头的。但是我打爆发伤害，我打爆发伤害，我就等失血，我直接秒了，我秒的人秒人是比他快的。我看到了，是不是在打大龙啊？应该在打大龙。哎，草里有人。草里人还不少呢。这快拿头啊！快呀，快！好杀哥！我大招放了他。没事，他就只能拉一个。你搞快点啊！这边啊，我救你啊！奶你哥哥！你在干嘛？奶你！不是你在干嘛？不是，我打完伤害，那刀妹来切我了，让他一个 EQ 我 K 了。那你不是说的你躲后面吗？我真的服了。还行吧，姐。四个桶啊！四杀反超嘛，反超五个呗。哎，人头拉开还行。他现在又超了，你在干嘛？不是啊，姐。看到我叫的我大王没有？我是我先去开的大，我给他们拉过来。他打残那刀妹来切我，然后让他超强了。K 的他收集者啊！我下播下播我去玩物理去玩物理。还行。谁呀？嗯，那谁被单杀了呀？我家裴文没被单杀。哎，你厉害呗！我们反正我家裴文干嘛？我们反正一人头不就行了吗？你多厉害啊！你家你全能王。是你们说我家裴文干嘛？你家裴文厉害啊！你看夸夸，给他颁个奖。对呀。对，行。我家裴文真的是学对呀，你给他奖来个红包呗，对不对？打得多好。我家裴文至少不会被单杀。啊，厉害呀！我家裴文不会被单杀，厉害吗？厉害。啊，厉害厉害！我这边有头，厉害！都说你家陪玩厉害了，你还要我说什么了？都说你家陪玩厉害了。哎，你先警个头，在叫什么啊？你家多厉害，人头都落后了。都说你家陪玩厉害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好了呀，你搞快一点啊！好杀哥，好杀！快拿头啊！定住！不是他，你又双杀了！救他！不管他！快杀头啊！这个人，沉默。那他们哟，小月小丑，有小丑，不知道是谁啊？
有小丑不知道是谁，有小丑，小丑，不是他说领先七个头啊，有小丑不知道是谁，他领先七个头，玩不玩啊？好爽啊！马上，慢慢来呗。你别马上了，都七个头了，怎么玩啊？五十个不双倍吗？是不是？还不是你在嚣张啥？哎呀，怎么了？哎，哥，你这么厉害，我去给他们送一点，我去给他们送一点，哥哥。啊，不用送，姐，对面不会点的。我去拿那个，我去拿那个。真的吗？对对对。你别拿拿头，大我了，放大了，那个人放大了。哦，我死了。能不能拿头啊？哇，他去送了给他。小心点。哦，又要送了。来杀我叫送，然后呢，给你的话叫做你实力单杀，你这人还挺双标的啊！不是，把龙打了，把龙打了。你别打我，什么时候拿头去行不行啊？不是姐，这个再不打我打不动了，对面魔抗装堆起来，又物理装堆，我打不动了。啊，你又打不动 了。那你为什么要选这个英雄啊？我想本来想玩中单的，我怕他恶心我，我就换打野。哦，怕他恶心你了，呵呵。你自己。我的我不该选打野的，对，你应该玩中单去了。对对，你不刚才还说我赢了几个就嘚瑟吗？你看你那个落后几个你就气急败坏了，别把你气死了一会儿。谁气急败坏？你在说谁呀？你在叫什么东西？你在叫什么？我在跟我朋友讲话，我在跟我朋友讲话，跟你讲话吗？哎，气急败坏了，好能 K 呀、啊！啊，你们这样 K 是吧？好傻，好傻。哎呀，这个杰怎么老给你送 啊？这杰还想 K， 这杰为什么老给你送？我真他妈服了！走个头啊，你懂吗？你花去拿头啊！真他妈服！你花去拿头行不行啊？实力单杀！我拿！实力单杀，说什么呢？来不哥，我这妈的，你能不能去拿几个头啊？都走个头啊！你上，你看一下。我扛啊你打你上啊！哎呀，怎么还卖老板啊？你老板都给你扛塔，怎么不上呢？啊？不是啊，我都知道你在干嘛。啊，喂。喂。喂。你跟我朋友讲什么话？对面这个人一直在躲我。卖老板是吧？刚才还说我不救我老板呢，现在你不救你老板是吧？你在嚣张啥？啊？要不是你老板恶心，你就你这样的，你啊，你老板没在恶心啊，啊，你也不看你老板什么逼样啊，喂，你也不看看你老板是什么鸟样啊，真的是，人头杀不过嘴油饭，你在说谁呀、啊？你一个陪玩就算老板了是吧？你就一辈子只能赚那几千块钱，说你怎么？那跟你没关系呗，你就我说，你管我一个月赚几千块钱？那个陪玩在造啥？你们在造啥？哎，死了还行，看起来就是大招一框就恶心人。哎，恶心你就对了嘛！你这几个头在那逼逼，不知道前几天谁输我这么多？前几哎，今天我们赢了，今天我们第一把赢七个。行，你把球送你们干嘛呢？姐，这一把八个，求求你们了。我们一共领先了十五个。求求你们了！对，你们这七百个头钱领回来行不行啊？求求你们了！不知道十几个头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就说我这把赢没赢？对啊，赢啊赢！你就说我这把赢没赢？对，都赢了，都赢了。所以你前面好冲，七百个头，我摆烂了。你喝奶茶，懂不懂？我送你们喝奶茶，懂不懂啊？行，谢谢你了，好姐姐，谢谢。没事，反正都是你的钱出的。那两个头真别嚣张，真别嚣张。哎呀，落后八个头就别谢谢真别说话了，落后了，你们落后还说话呢？上把不知道谁落后我十个，是还在说上一把的，你真是小丑。真的上把都领先你七个了，还拿个五杀，还要说还要提上一把，让你多 K 了两个，你还要鞭尸，真的。你在叫什么？你到底在叫什么、啊？你落后了为什么要说话呀？你一直在那说上一把、啊、上一把，操作吗？我有操作呀、啊，我人头领先你啊。你也没操作啊，我人头领先你啊。你管我需不需要有操作呢？人头领先你不就行了吗？啊？就是能杀就行了。对，真的狗叫。以你的说法，你这么有操作，你怎么操作成了不落后八个头了？这么能操作？没事啊，是比你杀的多。答应我，下次不要这么操作了，行不行？没事呀，用彩儿的钱送你们，用彩儿的钱送你们。哎呀，说不过了，你说不过了，说不过了，说不过了，说不过了。对，没有，是你的钱，姐姐，是你的钱，懂不懂啊？你这个人这么玩？谁说不过了？简单，给他杀的，他奶妈的奶杀了。还行，杀一个，还行，杀一个。哎呀，这对面真挺会玩的。杀了就行，真服了。三十个了。
你看那个皎月在干嘛？缩在后面跟娃娃一样。这边人头我都能拿。皎月等着捡人头呢。这皎月。我们家有两只网吧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打野跟谁网吧呀？谁网吧？你在狗叫什么东西啊？输七八百个赢一百，你了不起得了？四百是吧？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问你，有人说以前不是闭嘴操作吗？凭什么闭嘴操作？我用我的钱混眼给你，不行。我寻思我打得不好，你们压力我就算了，他们算个勾八呀，他们搁这压力我了，我凭什么不能回怼啊？我人头领先了，我还不回怼他们啊？让兄弟们坐牢是不是？对吧？还有，又是闭嘴操作了，咋了？我说实话，我就是打人头，就是搁这哭哭杀，让老板赢头，然后呢，我让观众坐牢呗，啊，我人头领先不能说话，一句话不能说，对吧？等打完了，哎，折磨了99%，爽了1%，是这样吗？怎么叫闭嘴操作呢？为什么闭嘴操作啊？啊，咋了？无声直播呗，无声直播，不讲话了，一句话不讲。还挺有意思的，你这个人。赢个十几块，赢个十个人头，今天叫。现在，好杀。现在差的不多，差的不多。我人头落后了，我寻思没脸讲话了，我寻思你人头领先了，我还不跟他互动互动，让他搞我心态呗，啊？没事姐，能追。美美的。弹幕有些人怎么想的呀？咋想的呀？咋想的？我跟着皇子哥哥加血了。你怎么不能加血呢姐姐好贱呀，贱不贱呀，皇子哥哥真恶心，贱不贱啊姐妹。你看我现在不说话，一句话说我又搁这操作啊，然后你们搁这一听那个对面女老板搁这狗叫，对不对？不喜欢跟别人当狗，只能当狗了，跟别人就比你们啥都气死你们，忍呢，忍呢。不是他，哎，他又拿头，你赶快一点，你快过来呀！不是你在干嘛？你赶快点过来呀！气死你们！我仗的就是厉害，哦，我好就是厉害，那可不呢，那可不呢，毕竟有个当狗的人在他后面。这个锤石这么会勾吗？下次更别勾了。快，我走了，快来，快来！这锤石勾的太准了，嗯。往这里走，往这里走。我能走，你快过来，你来，我们这个能赶。你打得过吗？我放。他23个，我们32个，领先9个。好。快，来，这边。啥？会玩的。哎，怎么是魂头？我操！我不知道，我怎么是魂头了？你快！我好。他们随便打吗？只有跟你玩的时候才敢说话，跟他们玩都不敢说话。嗯，没事儿啊，你去姐，你想说说呗，你是老板，你凭什么不能讲话呢？我直接去找他，是吧？哎，他们我没有鞋子，现在我跑得快，好肉啊，对面。对啊，对面好肉啊。姐，我就争取给你多赢一点呗，好吧？你赢几个，其实赢几个都行，只要赢他一点就够了。哦、他之前老是赢我的头，赢了好多。好了，就当。这对面现在好像有点肉，现在有点肉了，现在对面对面挺肉，好杀，我杀了姐，杀了姐，回家，五个状态，但是杀他一个浪费了个闪现子，没事。哎呦我操！他也就只能抢两人头，他现在没有用了，对面先给他杀了，没有啊？杀了我后续我都能杀，等对面出来呗。这对面不出来不好拿头，现在送五个头了，难拿了，送五个头了，你加油，别被他超过了，哥哥加油杀姐，你等我来，你过来姐，行，你快点啊，你在干嘛？你赶快过来，我每次都这么慢，我没有鞋子，跑得有点慢，等一下吧，我到了，哎呀，他把这冰打，等一下，你别上，你先别死，你不能先死。没事，这锤石这么能勾吗？这锤石直接越了，一快点呐，我们家这第二只王八怎么不出呢？好杀，我这个头也能给他拿，你拿头啊，你在干嘛？你别躲在后面啊，你是中暑啊？姐拿我，拿我就行，他就光在后面 K 头啊，姐拿我，那你躲在后面。我救你。你在干嘛？你玩不玩啊？给他死了。不是姐，你看他呀，你看他，你看。
他都就对我上去之后开，然后他就留个技能搁后边一直开，你看到没有？哎呀，你管我怎么玩呢？行啊，你是我老板啊，搁这。那你等不等等后面行啊？搁这狗叫。主要是我。那你就不懂吗？这个怎么玩？他能杀人就行了，你别管。我能杀人呢，你管我怎么玩呢？我在跟我陪玩讲话，跟你讲话了吗？我跟你讲话。姐，我们领先八个还行。你在叫什么东西啊？你这狗叫什么东西、啊？不推塔呀，哥们儿。没赢过吗？没赢过吗？这小子，你只是输我的。今天周台赢了，我要是被群人笑怎么办啊？你都让他们笑我了，笑我多少天啊？我好不容易把我来一波五杀就够了，来一波五杀就够了。姐有机会，先不回家。不行啊，我要被他们笑啊！好姐，我这波拿波五杀，出去拿波五杀够了。你快点啊，行不行啊？你别，你看他俩又要去杀人，你赶快点过去杀人啊！他这波要死，他这波要死，他死不了，这奶妈一直在跟他奶，我烦死了！我再去，你赶快点进啊！哎呀，这边有个人，哎呀，我知道我在阴他，有刀妹哥吧？哎，你这个人我在帮你打，你都能死是吗？不是姐，他我就你黑打，我打不了。啊！我真麻了呀！我，你过去也不过去，这个人也上不了。我真麻了，他三十好保护，真你勾化妆啊！对面你勾，你还挺能勾的，下次别勾。为什么要选这一双？我下把玩物理，我下把玩物理。我有狂拖，没事。好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他给你性了，玩的性格桶了。哎，怕我你打我吧。奶，你看没他前期恶心完我，然后奶妈还要一直这样，定住这样给他奶。烦来看谁屌呗，看谁厉害呗。厉害呀，彩儿，厉害！四十多个桶了，怎么还在退呢，小子？我快翻倍了，别推了，哥们儿。就是，他还推上塔了。玩的这么恶心啊！你怎么？姐，我是41个了，还行。自己玩的恶心，去 K 头，你还要带你老板一起？我看到了，你底下他好多，这个人后面杀不到人了，他前面被我推了，杀不了野怪。他马上50个头了，马上你赶紧推他，马上50个翻倍了。嗯，你又推上塔了。你赶快一点去推塔呀！你又推上塔了。我去推，没事，我去推。哦，以后玩不起了。下一把我玩物理，哎，玩物理，你别下一把了，这一把赶紧追一追啊！你搞快一点，赶紧。真别恶心人啊！让你一下，你真别狗叫吧。你又下一把了。没事，我有大，他只有大杀了。他又要杀了。德玛西亚，42个，姐还去。我把这个龙拿了去。你拉什么龙啊？你赶紧去推塔，是不是还在打龙？跟你说了，他又去龙塔。懂的。好急哟、哦，有人急。没事，我这个塔我两下都挨掉了，你赶快点，你拿什么龙啊？我问你啊，你能不能跟你说了推塔听不懂是吗？他马上50个头了。你就杀你这边这边。这边过不去，让他先上，我。我不上了，我为什么要上？陆哥哥，我不上。他还想让我推吗？怎么不推了又？哎，我不推啊，我杀到50个呀！你要推你推的，你咋不推呢？他们能够在，你头也拿不到。呀！你怎么这么的 K 呀？跟你说了，你赶紧会卡呀！除了会说别人抢，还会说什么？恶心啊！这样 K。除了会说别人抢，还会说什么嘞？啊？这不是你抢的吗？人头局，人头局，这头得让你。你有没有脑子？人头局没脑子吧你？人头干嘛呢？没有脑子别讲话，真的。就是。没有智商。是我能杀。你推塔，你听不懂吗？你赶紧去把塔推了呀！我把这个杀了，推。我现在进不去，我把这个杀了，我再推。你搞快点去啊！他们要复活了。哎呦，你呀，在召唤。刀妹把赵月宰了，不是你打不过，好杀！哇，他们什么？你在干嘛？这么想推，很着急，很急。我想推过去，我都不敢想，今天如果翻倍了，我会是一个多么开朗的小女孩。开朗吗？那还行吧。开朗，没事，开心啊，没事姐，还行。哎呀，我换个鞋子。你快点去把塔住，又听不懂是吗？我好烦啊！我换个鞋子。急了，姐还差7个翻倍啊，还差7个了。对，还差7个翻倍。快点，他马上翻倍了呀！你知道今天哎，
还差七个加油哥哥加油哥哥加油，我不相信你了，跟你说不要拿我对他已经来不及是吗？我现在进不去，我去看一下大楼吗？好像有人，咱不着急的，我照一下。之前赢那么多头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他是，你别小心哦，咱好好打，你别帮。好，成，我来了，姐，可以打。自己家的气势，咱俩欺负一下小刀妹，必要啊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没事。随便赢的，你应该能看得出来，他没别怕的呀，我救你。没事，我救你。好沉默。哎呦，烦死了！没事，哎，飞来来来，飞。那个人要过来了，飞，他要过来了。看谁屌。他又要杀人了。打不过姐，打不过这小子，单挑打不过他。对。这英雄单挑有点强，这英雄太强，单挑太强了。对，这英雄就是很强。单挑干不过。姐，我这波可以把先拿波人头再推。单挑打不过他。先拿人头，可以先拿人头。我的妈，真的不想玩。你在干嘛？要直接追着我打呀？没事，问题不大。你能慢吗？问题不大。还行了。问题不大。问题不大。不是啊，他死了，他伤害太高了，他死了，问题不大。打不过，妈的！我跟你说了，退塔。我不好过。你不会肉也吃过吗？跟你说听他是不是听不懂？还没事，他们要一波了，头了，还差六个头。别压力我了，姐，别压力我了，我要活了，没必要。你应该能看得出来他操作是什么样的，他只是说能 K 一点儿。第一局的操作，我你应该能看得出来。哥哥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！好好好，姐，收塔，收塔，收塔，我来了。你别着急，有机会，这两个残血。再守，他们不回家吧？再守，他们不回家。相信我，你相信我，真走了，走了。那有一个，家里有一个，没事，走不掉。他可能有闪。他推塔了呀，推塔了。守。这两个人好烦啊。没什么保证，完了。要推的，你怎么那么高啊？我来了，姐，别怕。去死吧！他还差五个头。还行，我直接去了，我直接去了，我直接去了。跑太快了，没血，血没了，追不上，真服了。对面控制是不是有点多啊？我给你出个干锅吧。你听我的，你听我的，你，我觉得这里有人，也能看得出来他什么实力。哦，我来。刚才没事没事，能赢能赢，别着急，你真别着急。还能赢啊？他压力我十四个头。先别压力我，你先别压力我。先别打我，他们偷塔去了。哎，看得出来，偷塔呢？对不对？听到啊，怎么办嘛？我直接去推，我直接去推。两个人在偷塔，结合那个卡莎，真没赢过对面。这怎么办？真没赢过，身上拿几个呗？那也没办法了。没事，看坏。那没办法。他们在推了，推到了，推了，这谁？哎呀，这对面真没赢过游戏了。没事，姐，让他们两把，让他们两把。哎呀，又让我们两把了。不多啊，不多，又不多了。不是，哥们儿，你还在叫什么啊？让你 K 两人头，你真觉得自己行了？嗯，那我太能 K 了。在针对我，你看不出来吗？那老板比人头，老板人头局肯定要比 K 头的呀。那咋了呀？比助攻呀？你助攻还挺能拿的。直接就玩脏的。玩脏的不是你吗？你老板玩什么逼呀？啊！你看你老板玩什么逼呀？看你的 buff 啊！啊！哎姐，一直来我中路，你这把也玩。还有你玩什么逼呀？上吧，还来我上路，玩的也不行啊，还输了。啊！哦，上把这别上一把了，是不是有没有赢你？先算人头，姐。问你自己算账。你老板，你这把领先了十四个。哎，你这个菜逼怎么领先你十四个头？第一把七个，第二把十四个，第三把是不是就28个了？啊！真别狗叫，狗叫的不是你吗？别吵，你不是一直在叫吗？狗叫的人，你在叫什么？你只会 K 头，你在叫什么？狗叫的不是你吗？狗叫一直在狗叫，你说话你就别说话了。你在叫什么？别吵，行了，你等他们造一会儿，等他们造一会儿。那下把打完我，转我，快点把人头转我，快点。没事，我们做完我要新的呀，别吵了。